欢迎您透过未来娱乐台的现场直播欣赏在台中洲际棒球场2015世界十二强中华队热身赛的首场比赛，将由刚获得台湾大赛总冠军的拉米戈桃园队的跟中华队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来进行一场热身赛的一个较量。那目前在现场看到的是这个联盟的棒球女孩在赛前的一个舞蹈表演，先来看一下表演之后再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双方的先发阵容。全员到齐之后的首场正式的亮相，那将一连呢跟中华之邦的四支球队呢分别来进行交手。那首场比赛呢就遭遇到呢，可以说是刚获得2连霸、卫冕成功的拉米戈桃园队呢，在这场比赛在洲际棒球场来进行交手。那比赛场地的部分呢，很多球迷还是有一些疑问说，哎，为什么全部不是在这个洲际棒球场来打热身赛的？实际上因为之前呢在这个黑豹旗方面。